不晓得鱼秀出名的台卡蚵仔，即嘛正是大出的时。不过最近这几年来，南部蚵仔种的面积是愈来愈宽，生产的量煞伤济，即使讲计数唔是真好。农业表示讲，去年这个产地计数一台斤要二十外块，即嘛今年剩较无十块银，计数差不多剩一半尔，根本就卖无工钱。为了这个代志呢，大家德化社区对来讲买新鲜的蚵仔，或者社区的许多加以外国协助，迄、這个梅合在地加工厂，做成这个冷冻蚵仔角，也是讲呢。蚵仔签，希望讲会使帮助农友渡过难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